果未订阅我哋嘅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啲影片啦。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咧，俾个 like 我哋，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Hello， 大家中午好啊！咁今日咧，我同 Loman 就带大家嚟到咗咧呢个前山呢一边嘅。系。咁呢度咧就系、是、靠近呢个前山市场啦，就呢个三台石路嘅。咁今日带大家嚟睇嘅咧就系呢一个咁嘅世邦家居城啦。咁呢一度咧，佢咧就系、是、有啲有装修噶啦，有啲咁样家私家电啊，啲贵肉用品，即系乜都可以搞。乜都有嘅晒。系。咁呢度算唔算珠海市最大嘅家私城咧？都算的，因為佢呢一邊咧，你除咗呢個廣場之外咧，呢一條街兩邊嗰條街咧，佢都係有噶。係，咁成條馬路係指前山路噶咯喎。呢一條嘅話就可以講就係叫前山路。前山路。係。咁、哦、如果佢人工島過嚟係點樣過嚟咧？人工島過嚟嘅話，你可以打車啦。打車我頭先睇過少少資料咧，就打車過嚟咧係講緊二十分鐘內。十公里左右啦，十一、十二公里左右就可以去到呢边，二十分钟，咁就可以过到嚟前山站，前山路呢边啦。咁其实好多，因为好多我哋观众朋友咧买咗珠海楼，咁、就其实都需要买啲家私电器嘅，咁、但系一直咧就苦无机会，咁所以就带大家今次过嚟呢边家私城啦。O K， 咁而家就由我呢、這个本地人带大家去睇睇啊，睇一睇呢边啦，好唔好 ？O K。嗱，一直門口咧，呢度咧就有個箭牌衞浴，就係好似買嗰啲咁樣嘅馬桶啊、浴缸啊、浴缸、洗手盆、啊、洗手盆呢啲。哦，箭牌都出名啊，箭牌，係啦 ，OK 啦。佢呢度寫咗799一。799一方喎、啊，包衣櫃、包書櫃、酒櫃、鞋櫃。但係佢呢度有一櫃，我見到2,200,000先可以享呢一個折扣。2,200,000其實都夠嘅，因為我自己喺大陸買樓咧。都要過20,000嘅，即係你買嗱訂制21平方啊嘛，按投影面積計算啊嘛，即係如果你個電視機櫃可能長3米，高2.5米，咁就3×2.5都成7米噶啦，7個平方噶啦，咁你所以係會用到呢嚿錢嘅 ，OK， 即係只要你揀佢哋咧，都會用到呢個價，800蚊我自己覺得都係好合理嘅。當然要看佢俾你咩產品啦，佢呢度俾你多層實木，就唔係玻璃板，係啦。咁另外廚櫃啦，12,000一套都呢、這個就不予置評先啦。但係嗱，呢度咧亦都有分嘅地櫃啦、台面啦、吊櫃，咁呢樣嘢咧都係貴嘅。所以如果我咁樣齋望12,000，即係成4,000蚊，都幾吸引。4,000蚊偏貴咗少少咯，我覺得偏貴少少，但係佢不鏽鋼咯，佢呢、這個、okay. 不鏽鋼。咁另外下面亦都有啲成批套餐啦、啊，係咯，兩房兩廳都 OK 啊呢、這個。佢拍出嚟都唔拍㗎呢啲，就係、是、咯。都唔係有咩？踩佢哋啊！冇話踩佢哋嘅，幫我哋宣傳啫，所以就係。咁就嗱門啦、啊，門就睇大家會唔會需要換門啦、啊。我就見到咧，呢邊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呢、這個榻榻木門。榻榻木門，榻榻木門係偏貴嘅，我自己覺得個價錢會偏高少少。咁起碼個牌子做響咗啩，咁即係你講嘢都會貴啲啦。係啦，佢會有牌子。好似嗰啲芝華士嘅沙發一套20萬，但係你訂咗一套20,000都有嘅，就睇你個人個選擇咯。門就睇大家需唔需要換門咯，大門，因為我哋平時睇嗰啲樣板房咧，即係交樓嘅時候都係高質素嘅。門啦、房門啦、大門啦，咁如果需要換嘅話，就會換個安全門咯。同埋浴室啦、浴室屏啦。浴室屏好似一般嚟講，佢精裝交流咧，佢都會包。不過呢啲個可能，觀眾朋友可能覺得自己唔係好滿意，想自己重新換過個，係啦，就可以去睇一睇。瓷砖啦、啊，呢度哇好多瓷砖喎、啊，木地板。哇，原来地板颜色咁多可以拣噶。系啊。窗帘啊。呢啲厂家直销喎、啊。嗯。
其實窗簾的話一般來說，因為我們平時就算精裝都好啦，它都不會包窗簾的嘛，是你一般來說的話，好像、用你自己來做個比喻啦，是我進去看看，它這些單價是300多元、400元，按平方計，按平方計300多元一平方。哦，咁如果屋企全屋嘅话，全屋嘅话，如果譬如100平嘅话，咪30000噶咯。系啊。要30000 ，OK OK。佢啲系分都分材料噶。有分材料噶，佢有分材料，唔同材料嘅佢呢啲，唔同木咯，木嘅材料咯。咁一般嚟讲，系咪瓦缸嘅比呢啲亮面嘅要好打理啊？看個人需求，你家裝修可以搞揀呢啲咯，因為你上次講話你買毛坯啊嘛，係啊，係咪？你買毛坯樓就係要搞裝修，睇你屋企用木地板定係用瓷磚咯。一般嚟講應該都係廳用瓷磚，房間木地板咯。啲紗窗睇你需唔需要做咯？呢啲嘅話就係裝喺房間個窗，裝喺房啦，洗手間啦。廚房也看你需不需要啦，廳啦，因為你有小朋友你就擔心佢跳出去嘅，又或者屋企有啲小動物，譬如你養貓嘅、養狗嘅，咁你如果冇裝呢啲窗花，你就會跳出去。是啊，就要睇你屋企。除咗防蚊蟲之外咧，就可以咩？即係提高個安全性。防蚊咧，佢就另外加錢嘅，要再額外加錢嘅。你呢個齋窗花就一嚿錢，呢、這個。沙窗是另外一個收費。OK， 明白。一般我自己意見就都100多-200元嘅。100多-200元。一個面，一個面左右。即一個窗定係一個窗一格？一格。一格。咁貴嘅咩？一格要價，要呢個價咯。咁所以我自己屋企嘅時候，我嗰陣時齋做呢個窗花都做咗成2000多元左右。全屋做曬嘅、大部分開到窗嗰個位置咧、我都有做窗花咯。OK， 係啊，呢、這個又睇大家需唔需要。但如果係我個，我可能就唔會揀窗花，我會揀紗窗。揀紗窗，加張即係證明你屋企有多蚊噶咯。唔係，因為你個小區，我驚蚊。係啊，所以而家嘅話，即係而家買樓嘅，我都會選擇買高層，往高層揀，係因為蚊蟲比較少。蚊蟲是會相對嚟講少啲，而且仲有一個就係唔會潮濕天嘅話，回南天不會咁煩，係、okay, 相對嚟講我高翻啲啊嘛。明白明白。就、做衣櫃咩價錢嘅呢邊？衣櫃要咩板啊？通常都是夾板嘅啦。係啊，夾板。夾板好啲咯。0.01咯。E1就 OK 嘅啦，通常。E0準噶啦。呢只咯，呢啲夾板嚟噶嘛。係啊係啊。係咯。嚟嚟就呢、這個。呢、這個都係E1嘅，依家E1都係基本。呢把係咩價咧？你哋呢個檸檬大櫃1100元一方，1100元一方，訂做1100。係啊。咁但係嗰啲櫃櫃桶嗰啲又會唔會兩平方配一個咯？如果你係超過轉呢個6平方，你就配3個啦嘛，免費送3個。如果你做10個櫃桶，咁你剩低肯定要加6個櫃桶錢啦。OK OK。嗯。即係衣櫃1100元左右，多層實木。O、okay、K， 都免七年，免費幫我哋設計嘅呢、這個價。呢、這個出啱就可以出圖紙噶啦。如果係免費，點講為之免費咧？認為價錢啱，你可以計翻你個方數俾我啦。我想問咧，呢只係咪會平啲咧？呢只呢個唔會平啲喎。呢、這個都係原木心嘅喎。呢、這個原木心大身板，一般正常唔建議你用大身板做櫃體，因為佢原木柱咧會腍啲。係。系正常用夹板比较用夹板多啲，系啦。夹板依家环保评级都比较高啦，依家基本嘅面咧，佢唔系油漆面啊嘛，系金属面啊嘛。O K， 所以E1、E2已经超过家标准啦。嗯，1100元一方。咁但系如果订做全屋，譬如电视柜啊、鞋柜、衣柜都可以，系都可以都可以做嘅。O K， 都系睇你想唔想订咯，有啲唔想订咪按实际嚟计咯。电视柜如果你做一条个价钱，按米计咯。按米计，即系唔会话想顶咁样。
冇，我到頂嘅喎，通常電視電視櫃都會做到頂。咁我哋睇有啲人唔中意到頂啊嘛，我就做一條過嘅。係。即係就落尾咁樣跳過嗰陣。即係用個長度三米就。嗱，我俾你睇，我啱裝完㗎。係。裝完嘅有到頂有唔到頂嘅，俾你睇成間屋裝我啱啱裝完。一米，咁就吊柜唔包。吊柜包$700米嘛？即系分开计啊？假分开啦！如果你冇啊，我再计你咪蚀底咯。O、okay、K。如果你肯定有啊，我就计；冇嘅就唔使计。即系净系计下面千八。啊，上面$700，按照标准嘅高度，亦都要吊好天花嘅高度喎，2.4米到2.35米之间嘅高度。知道知道 ，O K O K。如果你超出标准，按比例嚟计嘅。O K， 1800+700，好。嗱，我哋除咗咧带大家去到前山市场睇呢啲装修嘅用料等等之外咧，亦都会由 Panda 咧带大家去到呢一头啊，亦都会由 Panda 带大家嚟到咧珠海香洲上涌呢度附近咧有个居然之家嘅。咁其实呢个居然之家咧喺我哋以前嘅影片里边都有提过噶啦，喺唔同嘅城市都有啦。里面咧亦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俾你配置家私啊，或者买啲装修用料嘅一个商场嚟嘅。若然大家系感兴趣嘅，记得留意我哋自家兄弟啦。其实咧，我哋依家亦都有提供咧，为一啲帮我哋购入咗物业嘅客户咧，代收楼、验楼等等嘅服务嘅。假如咧大家都有兴趣了解多啲。又或者想看看有什麼意見可以給到你，歡迎聯絡我們詳盡地查詢一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給大家知道，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去跟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弊。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例如樓盤的附近是有營運不到的商場、死寂的街鋪、公路或者電塔，以至到紅線以外不屬於樓盤的空間，我們都會最真誠地告訴大家知道。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亦或是想諮詢意見，或者是想獲取樓盤的資料，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聯絡我們自家兄弟。我們希望今後都繼續能夠幫到大家。未訂閱我們的朋友可以現在訂閱完，按旁邊的小鈴，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下條影片見，拜拜。